你谁呀、啊？又怎么了？嘉兴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呢？难不成你要来找我啊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忙呢。那我来找你。我不在家。你骗我，你家灯都是亮的。不是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在那窗口，然后往楼下望，就可以看到我了。我不在家，你跑我家干嘛去？今天是我第一次烘焙课蒸蛋糕。我想带过来给你尝尝，你等着我，哎、我马上就上来。喂，哎，不是这什么信号呢？这个是？你回家注意安全啊！大家跟我说一声。放心吧。你谁呀、啊？晚上好，金姐。这个时间，你来找江月聊工作？对，聊工作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的约会一定要好好准备，加油，拜拜。拜拜，姐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你干嘛呀 ？Big Nan， 我从小长大，一妹妹来找我了，牛逼糖一样，我只能躲。你看，我真没骗你。嗯，哇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欺骗别人小妹妹的感情？人家找上门来了吧？哎呦，我躲他还来不及呢，我就待一会儿，他撤了我马上走。行吧，坐吧。哎，看这里，给你一首歌的时间。坐。嘉兴哥哥，嘉兴哥哥。居然不接我电话，游戏还开着，这个坏东西故意躲着我，我今天先放过你，等着我给你的大惊喜吧。